因为听说你有个称号叫做综合。综合什么？八子一。哦，八子一。那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哎，我们算邻居啦，我是新店郭富城。哎，那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内湖张曼英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声音？那你现在几岁啊，婷瑜？2岁。你现在几公斤啊？三。13公斤，小一哦。可以给我抱一下吗？因为我女儿，你要喜欢我女儿是。啊，不要。好了，那我给你抱了，来，我给你抱。啊。不要。那我可以抱你一下吗？好不好？哇。因为她十三，因为我女儿才十二公斤。哇，你好轻哦。哇塞，今天是不是有表演啊？今天，钟子瑜一定要来跳一下的。哇哦。综合钟子瑜。哇，音乐来就来。大家好，我是西瓜哥哥。如果很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可以按这里按个订阅，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了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节目的话，还有影片都可以看这里哦。